其实慈悲是一种是空性的力量，慈悲里边没有你们想象的情欲的东西，空性的力量其实是真正的爱。它这种爱像什么，如果一定要有个比喻呢，它就像太阳光普照着你，你离开太阳是不可以的，但是谁也不会感恩太阳，因为你每天沐浴在阳光下，你已经不知道它的珍贵。只有有一天当它离开你的时候，当这个太阳消失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人都缅甸，所有的人都缅甸，但所有的人在你从生下到长大，你没有感恩过太阳。慈悲就是那样的，就像太阳永远照耀着，因为它是一种品质了，已经慈悲已经是爱成为它品质，它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有意的刻意的表现，它是每时每刻照耀你，只要它存在一天。